Robin and Candy 呢日就为音乐会做嘉宾，为大家发放正能量。咁唔知遇到压力嘅时候，佢哋又系点样减压嘅咧？写歌啦，听歌啦。我呢两年好喜欢做嘅嘢系写字咯，即系写书法咯。我呢两年先 pick up 翻咯，但系我觉得几帮到我去平静落嚟咯，即系练下个心去。去堅硬啲咯，係啦。佢都會幫我按下摩，跟住免費按摩師啊，咁樣咯。咁其實我都覺得佢你要咁樣做，我就要覺得自己好渣，你唔好咁啦。我要學好煮嘢食，跟住我要煮翻俾你食咁樣。Candy 聽到又會唔會好羨慕啊？有啦，當然就不要火起來了，就是回家也想喝一口湯。那他就有老公帮他熬，那我会努力去尝试一下，自己弄。